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。请使出你的相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今天是11月10号，对于我们来说几号应该都一样。对于那种就是有正式工作的，可能每个月10号或者是15号都是发工资的日子，是的，高兴的日子。然后我婆婆呢，以前是在饭店洗碗嘛，她是每个月10号发工资。就在上个月10号的时候，我们租了密云这个小院嘛，我婆婆就在10号发完工资，然后那天就离职了，一直到今天刚好一个月，对，正好是一个月了。这一个月为我们付出了挺多，然后他帮我们接送孩子，让我们才能安心，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嘛。今天给他取了3500块钱，他之前在饭店洗碗，每个月就是3500块钱，然后，也不算是工资吧，因为出门在外跟在老家不一样，算是生活费吧。对，算是给他就是。他日常开销啊什么的，这些就是也得花钱。因为在北京是衣食住行动动都得花钱。对，每个月有房租，嗯，然后吃饭什么的全都是都得花钱的。对，这一个月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。本身，不管年龄多大，一个人就是得有自己的社会价值。对。然后我们，就是，别先收。对，他。不知道他会不会要，我们之前跟他说过这个事儿，他一直就挺反对的，就说不要不要。然后但是这也是我们的心意哈，我们现在去他家，然后把孩子正好把孩子接上，把钱给我婆婆送过去，然后让他们交房租啊什么的都可以用。走吧，走。好，你们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特意做了懂啊，懂我本分调。嗯，本来说的俺晚上来吃饭来，但是俺舅搁那叫俺喝洋房去了，没吃上。他说的叫小薇去送快递去了，送快递，送快递，但是都这几天，对，完了，去完了，都这几天，双十一都送哪来快递吗？他一天现在能跑400多、400多、500，他也是快递的，快递不是外卖，快递。送那种都你给网上买东西，衣服让你了。啊，送那儿的。嗯，对，那儿车不中吗？对，那骑那电车。带三轮车。有三轮儿，配有三轮车。现在不是。那后头大袋子底楼路都那儿吧？后头有个兜儿。是呀，兜儿。对。不是双十一吗？现在。嗯。双十一那个货多。嗯。它是临时的。嗯。今儿几号了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几号？十号的哪来？几个十号的哪儿吧哪儿吧，我在这儿有点儿，有点儿还交那个生活费。不用不用，俺能给他交出来，没事儿。姨妈归姨妈，你不能说因为，现在是现在的，我也气了。耶，不是，这跟家里不一样。这都是你出门干啥子？给这点儿房租，那吃饭呢？你房租那爸的钱还够俺花嘞。俺爸嘞，他自己打卡的，那都不用动。交房租。对呀、啊。是不是？明天俺限号，明天你上百荣看看。对，转转。转转。那个老护翼还等我嘞，他说嘞啥时候几点对咱说体检那会儿嘞。明天我领着你去转转去。那车开不上啊。得给打打打公交车，就大嘞，自己都到了。明天不去恁早，明个到9点多10点。怎么不了解说了？对，今天，因为平时俺不搁家，俺妈不知道上哪去转，她不出门儿。出门上哪去？在某地。她不出门儿，然后正好。你出门儿你也找不着说话了，给你。对，不认识。也不认识。对，
到时候俺这几天给这边待的时间长，然后今天想好咱一块儿去给小伟买一条那个裤子。我不想，我的衣服已经买完了。